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这不昨天去考察了一个水吗？今天就赶快这个租了个仓库啊，还有这个一个礼拜把水都送过来了，不然的话没地方放。这个仓库呢是三间哈，一年的费用租金是这个4000块钱啊。然后呢，今天把钥匙拿过来了，房租也交了。临近大路呢，这个是绿城路啊，到那边就到市里边了啊，送水啥的也方便，卸货也方便，到时候用我这个电车就可以了。这个电车就是骑到贵州那个电车啊，是把棚子卸了。这几天有事干了啊，就是把这里边彻彻底底的打扫一下啊，上面也需要整一下，把这个铁皮啥的都白置白置啊，挺大的。这是之前他们留下来的货架吧，也可以到时候摆东西用啊。啊，这又是一间啊。不是不漏水，下雨呢，要是往里漏水漏，那更可能了啊！看，都这个瓦房子啊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后边还有个院子，好好的打扫一下，能把它利用上都利用上啊！这是个厕所，倒了哈，回来把它扶正一下。这院子里。到冬天还可以整个铁锅炖。你都不敢，我跟你说。他宿舍。啥不干啊？抓紧大扫大扫，把这野的都扫到这喝，是吧？举到一嘴，弄得干净了，利亮呢。我看你看见这点货臭了慌吗？不是臭了，哎呀，你别踩到石头啊！那我走。行，我别打扫了。啊，没起的，你这上面，你都得拽下来。上面都得拽下来。那上面，看我哪都够不着扫。是。这个打扫不了，还没动静儿。是不急，他得货得到6-7天才到了。明个吧，明个整个家伙事儿再。中。再扫吧，还得买帘子。呀，穿着来这不能穿裤衩子来，要回啦这个静温呢。哎呀，你这个咋就规划了这个？咋规划了？我是想着这玩意儿给你当个那个来人了啊，办公室能坐坐喝个茶啊。这玩意儿防火，因为这玩意儿亮堂哎。哦，这玩意儿防火。对，这玩意儿亮堂哎。啊。这个点儿，这个点儿等直播间儿。这个点当直播间。对呀。中。这个点当直播间。啊。当直播间。是。然后后边都不要打扫干净那种啊。这后边没事没啥用啊。后边湿不住。是。湿不住你得打扫干净啊，那垃圾叫垃圾得三米厚。嗯。中，回去吧。这上面你看见我，这都扫一家伙，都得抹家伙这。嗯，抹啥家伙吧？嗯。外边还得你还得备个药壶的。啊。把这除草打点除草剂，一打这草都死了。哦。你要不招蚊子？招蚊子，奶奶呀，真些蚊子了，要回来搁这个一会儿。啊。中。咱这得装摄像头不？这不装装装摄像头还得扯上网线。啊啊，中，这几天净事呀，赶紧回家吧，要回了。呀呀，你看这一会儿腿上7-8个蚊子，再来时候得烧得花露水的啊。钥匙呢给了一大把哈，好像就这一个有用。明天早上呢，这个去买东西啊，到早上再来打扫。今天就不打扫了，衣服也不行。
得穿那个裤子来这边打扫啊，每天彻彻底底一天把它打扫出来啊，然后这个底面还得整家伙了，卖点啥不让是啥？底面要不用水刷刷散红了一种，买底板革啊，底板革一种是吧？买底板革，反正咱这都是弄了干净了利啥了啊，嗯，放好了底板革，对呀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买那。嗯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哈。这两天就得抓紧整啊，到时候来货了，这就能开始干了啊。